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由多伦多佛光山佛光会联合录制的节目《与幸福有约》，我是主持人吕杰。今天我们的播音室请来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多伦多佛光山寺的住持永固法师。顾师傅您好。吕杰，我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么这次呢是我们十二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哈，理论上讲哈，我们应该是我们的佛光世界，但是呢明天就是我们的法宝节，那我们肯定要谈谈这方面的话题了。肯定要谈一谈。那另外呢也应该要让有一个好消息要让大家知道啊，就是说我们刚刚过这个跟吕杰有关系啊，刚刚过的这个星期天啊，哇真的是佛光普照啊。对，是。对，所以从早上共修之后就马上整个大殿啊，这个我们的秘书长啊丽华陈会长他就把场地都布置好啊。我当时呢分会啊新成立的一共现在连旧的新的一共就22个分会。是。那么大部分都在那里改选。当时您还不在那时候。对，因为渥太华协会我那天行程是怎么样，早上10点渥太华协会的会员大会。大会就进行一半，然后一半呢一半的时间就是理事会改选。他改选也非常成功很多。这个很优秀的人才啊继续加入这个渥太华协会的行列哦。本来应该12点我一定要出发。后来呢因为他这个最后时间这有点点拖延了到12点半才结束。然后就搭2点的飞机。我飞到机场就是1点我就直接要走进去差不多要登机了这样哦。那2点飞回来3点多到的时候3点45吧。对，那个时候改选已经结束了。对，然后结束马上就我走进去刚刚好要宣布这个督导委员会督导长是埃达师姐当选督导长那之后就是我们的新任干部讲协会对，接下去我觉得也很好那么那个完之后再接下去当然是用餐药食时间对，那之后就是我们对整个为文教慈善筹款的这个活动叫佛光寿宴的一个总结会议也非常好。所以那一个下午包括晚上有很多的内容。是，如果以一般不熟悉这个会务运作的人恐怕会觉得有点吃力但是我觉得我们在佛光山佛光会真的这个当然我个人超过30年的这个熏陶在这之中有的人看就说哇你今天这个行程都不得了渥太华多伦多这样但是我又觉得还好我这就是上飞机就睡下飞机就办事就是好像有的人怎么样睡不着我们这个头一碰到枕头就睡着醒来就要很有精神这样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当然我们讲起来这里题外话但我要说我很幸福我真的感觉很幸福很多事情对于说有一些初接触的人他要费尽心思觉得很压力很大呀如何但是我真的觉得在佛光山你要时间越久你就发现原来很多事情你是可以讲是就像师父说的有佛法就有办法我有时候常常讲说因为我们很有佛法所以我们什么办法都有对所以也会幸福所以有我们的与幸福有约的节目非常幸福是其实吕杰今天这我们在这个进这个录音室前我来不及带你去看因为这个有1000套的幸福白法货柜到了已经到了到了而且丽萍师姐平德师姐他们带着一组师姐义工不能只讲师姐因为师兄也有一组义工然后把这个一共就是1000套他是没有包装因为怕那个盒子弄坏我们讲好了是散装的来到我们这边组装成一盒一盒一盒就有100本叫幸福白法那一共就有1000个盒子这个幸福白法准备好了那虽然说我说你还没来得及看到对但是你会得到一套的好因为义工围炉的时候这个要当传法这样教给大家你要怎么去用功
这个幸福白发，这个以后我们见面可以问啊，你幸福吗？对，你幸福了吗？你看了吗？你用功了吗？好，很好。所以正好在我们与幸福有的节目呢，谈到了幸福白发，那师父不妨再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这幸福白发到底是讲什么？幸福白法呢，是我们人间佛教研究院哦，在觉培法师的带领下，然后真的要感谢所有为我们辛苦的工作人员，特别把大师的著作或者他讲演开示啊，这之中呢找出100个主题，比如说有的是生活方面的，有的是学佛的，有的是人际关系的，或者各种工作事业，各方面的啊，每一个主题它的册数是不一定了，但是每一小本它就这100个主题，就是一百小本的这个书，小小册子，比小丛书还小，很容易阅读。那么这每一本一个主题，然后它的结构呢，从一首歌《人间姻缘》的歌曲是前面第一然后呢就当然有目录了，然后里面有5篇的文章那都是大师的文章，但是都是相应这个主题的比如说叫精进那这前面这一首歌也是跟精进有关系然后这5篇文章也跟精进有关，然后最后呢再附上1篇的佛光祈愿文，因为佛光祈愿文呢也有100篇嘛，那相应到这个就把它分散在这个幸福白法里头这样100本里头，刚好要对的刚刚好这样子我就觉得这份心意，我真是很感动。这就像一个生活百宝箱啊，有什么困难拿出来看，锦囊一样啊。是啊，你说这个人我之间呢，这遇到内心如何啦，这些或者现在是一年里头什么阶段呢？对，真的全部真是百宝箱，真的所以在这里，我要想就说，当然，因为有大师写出来，当然我们要真的是很尊敬大师写出这么好的东西来，但是我要想。我要说声谢谢那些编辑，是太用心了。是这个要必须要整体的都但是把它摊开来才能进行分类耶，真的是好所以真的很感谢那感谢之余，最好的感谢就是那我们就好好的去阅读然后呢好好的去运用用在所有生活会遇到的各种情况就用智慧来指引我们怎么去走人生的路我真的觉得，当然明天我们要过法宝节了，我们也会推出要告诉大家这套书的重要。这个讲到这个幸福白法我们要透露一点点，我们不是有提过吗？我们的节目要转型了。对，明年明年1月第一次就要转型喽，从音频转到视频，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所以看到很多人出镜是，所以这个仪表也要注意一下以后我们本来就端端正正的就好大家不要担心我看我们Betty他说哎呀听到声音还好，见到人如何如何大家敬请期待我觉得我们这个佛光义工都是很可爱的那当然我们不是电视明星，也不用做那种假想那但真心的跟大家分享那我要说的当然这个节目我们正在就是已经在进行中了我想是在我们12月最后一次在空中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们会为以这样以 radio 以电台的形式的这个做一个总结然后以这个在网络上视频上跟大家见面的这个我们就做一个连结了一个介绍这样子那这个当然是放在最后这一次那我想今天会谈到幸福白法，我就透露一点点就是说我们也会运用这套教材在我们的这个未来的视频里头，会是其中的一个要去分享的部分所以可以一起幸福所以说幸福了吗那一起来吧是好，不过因为今天这么难得衔接着明天我们要提早过这个法宝节法宝节呢本来是佛陀就纪念佛陀成道那是在农历12月初8，大家还是要记得这个日子农历12月初8那因为我们在这西方国家，尤其这个冬天下雪如果到农历12月初8，大家进出，有些人不敢开雪地开车嘛
所以经过这个前几年我们的一些观察啊，所以就把它调整，这个到下学前能够啊，比如说我们弥陀佛期，我们也是过国历的了啊。那么这个法宝节也一样啊，所以就在国历的12月啊，那这个8号前的星期天，那就是明天了，12月3号。而且很幸运的是今年的冬天真的还没有来，还没对、让大家都比较轻松一点。对入冬我们还是我们就是接受它了，也不是说抗拒，但是想到这么多人啊，你看我明天下午报名了300多少人啊，300-400人啊，那当然有差不多100人是在万景佛光园。对因为我们人多了，这个光是道场这个大殿也容纳不下，好，所以会也部分在万景佛光园，那有一部分在无关堂啊。对，说到这里，我要提醒一下，可能听众朋友听到什么报名，可能有点不知道是讲什么，因为我们法宝节一项重要的内容是佛学会考。佛学会考，对对，就是明天下午了是明天上午啊。当然，我们这个法宝节的这个分享，我相信会是在下个星期六哈、跟大家过后跟大家分享啊、因为一些很重要的贵宾啊，其实谈出来的都是很有未来性的一些这个进行中的事情哦。那么另外还要除了捐赠的某一些，你看我们办佛光树宴在筹款哦，那么为文化教育跟慈善筹款嘛。好，那图书馆的书今年又添购了许多，1-2000本的新书哦。那社会学佛学都有哈、简体字的是蛮大量的这个添购一些图书这个真的要感谢除了是我们的佛光树宴的这个就赞助的人另外善缘宝宝，你看大殿里头其实今天大殿里头已经布置的这个就是大师星云大师全集这360册我们介绍给大家一个发布会，另外还有这个英文版的佛教美术图典这一些这些都是从大家的捐款里头才可以去承办包含你看送大家幸福白法那个1000套是讲中文呢，英文还有200套翻译成英文它还没有全翻好，这100本的幸福白法英文部分就翻译了20本所以他就先印出来那当然妙光法师带领的这个翻译中心还在陆续翻他要等他再出期了就是说翻好了再继续出那相信明年就可以拿到整个100本的英文版的幸福白法我听到很多人都说拿我们的教材去学英文的对是佛光世纪更是没错OK 好，说到这里呢我们的中场时间要到了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继续我们的话题。好。心中有欢喜的人，到处是赏心悦目的景色；心中有禅定的人，耳闻是84000的诗偈；心中有佛法的人，面对是善人善缘的世界。多伦多佛光山将于12月3号星期天举行庆祝法宝节暨佛学会考系列活动，早上10点开始举行佛陀成道纪念法会，奉诵《金刚经》，会后将颁发佛光奖学金，以鼓励优秀在校佛光青年。下午2点，佛学会考在大雄宝殿揭开序幕，当天备有美味腊八粥与大众结缘。欢迎前来参与各项庆祝活动，查询详细活动资讯请致电905-814-0465
8140465，或浏览www.fgs.ca。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再次回来。那顾师傅上半段呢，我们提到哈，就是上一周的一些活动，那么又带到了明天的法宝节，法宝节。但是其实我说到这个呢，因为我当时上半场过去的时候，我有个话题我忘了，但是我想到下半段我一定要提，就回到我们上周那个你一定很有感受的峰会的改选，因为您当时没在，我想谈谈我的感受。因为其实这个峰会改选有一段的时间了哈，当然那天是成立的那一天，其实是那之前呢，我们有很多筹备啊，峰会的讨论怎么改选呢，怎么去划分这些新的峰会，其实当时大家都惴惴不安，是哈，是尤其干部很担心，就是本来就这么点人，你分完之后我们哪来这么多干部，各位可是对了，到了当天哇，我先作为一点背景说明说本来就那么一点人，对，其实那一点人多小多大一点呢，就是说十个分会，每一个分会至少有五位，从会长啊干部啊，对，是，那就有五位，也就是说佛光会除了理事会有31位啊，这个理事啊，那分会还有50位，至少50位的干部，就是那么一点人，其实不少了，其实不少，可是当时对，后来听到，但是要分到22个分会嘛，当时听到您介绍过，就这五个干部要照顾好几百人的会员，真的是勉为其难，是，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必须要去面对的问题，那当然我想也是我们就多伦多佛光山佛光会在这个社区这样子的一个你说耕耘也好，你说结缘也好了，结缘可能比较好，那么也是有目共睹，大家也都是印象很好，那所以有一个因缘，我们说让这个鼓励大家加入佛光会，哇，这一加入就3500多人，太迅速那对于真的差不多有的分会超过300人，你五个干部怎么照顾300人啊？那我是觉得说其实干部比较辛苦，当然自己学佛的进步会更大，我们说照顾其实是去服务他们，是，如果你连个联络都没空，对那真的是说不过去，对，所以当这样提大家也知道，也就只好去面对了，对，一开始大家是有点心不安，害怕就是说在这个分的过程中会有什么阵痛啊，一些这个联系啊，对，但是到了那一天哇，震撼哦，站出来很多人，是啊，所以说非常的顺利，真的就有那么多人站出来承担，就是，其实从这个经验来看，我现在假设50个分会好了，还是会有，只要我们不断的发心，其实认同我们，愿意跟随，愿意一起努力，或者说一起辛苦的人会有的，会有，对啊，还是会有的，所以不用担心，这样越来越有信心哦，很好哦，所以我想我说吕杰会很有感受，是为什么？吕杰就是其中那个惴惴不安的其中一人，对，而且我们这个大觉分会也是新的分会，对，这个我是观察说，你看，同样在东边哦，当然 Markham 分会、Richmond Hill 分会、Scarborough 分会，这个还是以讲广东话为主了。那另外 North York 分会哈，这个讲普通话哈。那现在我们来自大陆的移民或者说学佛的人是越来越多的。是，你说他入哪一边好呢？他哪边都有，但哪边呢都真的说那一种归属感是不容易的。那我们这样一直观察，其实也一直评估着，哎，这个问题怎么处理这样哦？所以说着说着，真的是多亏吕杰你承担。你要 say no 的话呢，这个案师傅的信任，我想吕杰一定，我们这个在空中怎么样？结缘聊天这样子哦，这么久，其实你是很了解的，你也应该是有信心的哦。就是说，
我们需要、哦、你看我们叫大觉嘛，对，大觉分会哦，就是来自大陆的我们的有缘的朋友们我就觉得这个是我取这个名字我都很得意。这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解释。这容易记嘛，因为我们都用地区嘛，Scarborough, North York, 怎么样这样。Markham, 什么。对对对。那你看在Mississauga, 密西沙加这一边我们有密西沙加第一第二啊这样到 M3, 第三那第三分会其实这样看起来 90% 是来自中国大陆的背景。所以呢我就把它叫大慈分会慈悲的慈那是觉悟的觉大觉分会大慈这样就来自大陆的这个背景。那这样我们很容易记嘛。大自备的。大自备的哦。哎。那大慈分会因为接近这个道场，所以它的会员人数也是超过300人。所以这一分就要分三个分会耶。所以大慈一会、大慈二会、大慈三会。那大觉呢其实开始的时候真的只有带出五个干部而已。对。好。但是现在已经超过70人以上了哦。对。好。那我们的大觉分会的会长就是我们的吕杰真的谢谢师父的信任我尽力而为真的我们都是义工工作呢确实尽心尽力就好那也因为你的承担这个分会就大觉分会可以成立它成立之后它就有一组人可以帮忙就是照应这一部分的会员好，那你看来自国内的背景的话他关心的话题他需要的这一些提供的各方面资讯也好协助也好的确是不太一样不太一样不太一样我就觉得跟就是长期这个比如说移民呢这已经超过30-40年的比如说Scarborough分会这些不一样老菩萨不一样不一样的所以真的不能够一以概之全部就全部就这么以为这个叫平等这其实不是。是我觉得平等中有差别那它的差别性是存在。所以你带回这个话题我觉得也很好了刚好以前也没机会讲到这方面对对是。所以这个大自备你不知道怎么来的。对我真不知道。我是觉得这个名字我是很得意。很得意的大自备。其实还有个巧合你不知道。在佛光山呢这个南众法师呢我们这是佛光山是五座山合起来嘛。东山叫大觉寺。是南众的地方。这个西山这一边呢是以大悲殿一路下来是女众佛学院女众这边那女众法师住在后面大慈庵的后面大悲殿的后面叫大慈庵所以这大觉大慈我是很本能的直接东西分开的那至于说这个东跟西真的是纯属巧合这是一个因缘上的巧合你看他在东山就大觉我们在东边那一头就是大觉分会你看在我们密西沙加在西边嘛那这个西边这边就如同在山上大慈分会大慈庵这样子过来这个说是纯属巧合嘛还是这个冥冥中菩萨自有点化我也不知道说到这里呢我也想到还有一个巧合是什么呢就是明年1月27号那么大觉分会承办的一个第一个活动就是请顾师父您来开我们的佛学讲座对那么讲座的题目呢就是我们的节目名称其实我列了四个列了四个我列了四个但当就前面我也想如果是比较偏佛学类如何偏这个生活类如何我就自己在那定题目了定到突然不晓得这个心血来潮就是神来之笔突然间为什么不是与幸福有约呢我出去讲话就是带给大家幸福我要祝福大家因为接近过年嘛过年对我要去祝福嘛一讲到祝福幸福然后主持人又是吕杰会长也是吕杰那为什么不是与幸福有约的真的我那个当下我就这个好这个好对所以您告诉我我也觉得哇真的好
与幸福有约呢，它可以讲是一场叫人生讲座了。嗯，它也不是纯佛学的这个介绍，它也不是只是生活的话题。嗯，它是把佛法运用生活中，然后由观念去主导你的看法，你的见解，看出来是不一样的。对，所以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提前了多长时间？提前了一个多月预告，将近两个月的预告，所以您千万别忘了，1月27号，应该是下午，具体时间我们没定，但是一般都是下午。那一天我印象中是下午2点到3点半。哦 ，OK，好。为什么我会记这么清楚呢？因为三点半我一定要赶飞机。哦，只是飞到哪里去，我现在也是没有去看 schedule， 不知道哦。Okay. 印象中那天有另外一个行程，他们有跟我讲说，哎，你在吕杰那边那一场讲演啊，我就说只要3点半离开还是来得及的。就。我很多行程是这样子切的，切换得很快。好，明白了。那么我们的节目现在呢，还有2分钟就结束了，所以我们赶紧回到法宝节。法宝节除了佛学考试，还有一项重要内容是喝腊八粥啊。这是明天哦，我们从早上10点哦，然后就要一起回来诵持《金刚经》哦，然后上佛供。之后呢有一个环节也是很有这种佛法传播的一个纪念意义了，就是我们邀请了这个多伦多大学啦 Master 大学啦，因为我们有3项的这个奖学金的捐赠啊，另外还有佛光青年的奖学金的捐赠啊，那这个我还是要谢谢所有支持赞助我们佛光书院为文教慈善筹款的这个参与者哦。那么另外同时也要介绍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布置像其实今天我回来的人应该都看到对。那么就是星云大师全集的这个发布然后还有英文版的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词典这个是明天的上午，当然善缘宝宝这个托钵的小沙弥这个一个铺满那么回事礼主这个环节完之后呢，那就是要吃腊八粥。腊八粥，所以明天没有供应什么自助餐啊，多少菜肴啊是没有的，就是这一位这、就是佛陀成道的一个助缘的腊八粥那吃完腊八粥，人家是吃完的是好过年，我们是好考试，增长智慧，上阵前喝一碗腊八粥，帮你助力一下。是明天下午2点到4点钟那今年因为是加拿大建国150周年，所以我们就联合其他就一共有5个道场，5个佛光会那么就进行的是这个加拿大全国联合佛学会考所以我觉得。不管你选哪一组考如何，因为今年特别辛苦了很多的这个几百个义工大家全心投入佛光书院之后马上就打佛期嘛，所以我知道留给大家的时间呢就那么一个星期，是绝对不够但我所以有些时候我跟义工讲没有关系，你不用担心考 C 组。他说这样给人笑话，这是佛学学多久？我说不参加才给人笑话。那一天马上去。对。真的这样哦。是是是。对了，这是对一个这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响应嘛。那所以我还是先谢谢大家的响应啦。这么多人都来报考。那么就是我应该要讲明天这不是考场见啦，明天欢喜见。好，谢谢郭师傅。那在结束前其实我们还有一首歌要送给大家。是是是。因为呢明天我们提早过法宝节，所以我还是要推荐这一首大师写的菩提树这一首这个纪念佛陀在菩提树下成道的这么一首歌当然旧的歌曲有旧的曲调，那这个是比较新创新的曲调所以请大家一边欣赏一边呢准备佛学会考，我也预祝大家有一个满意的成绩吧。谢谢郭师傅。阿弥陀佛。节目最后呢，我还是公布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我们的电话是9058140465，9058140465，我们的网址是 www.fgs.ca， www.fgs.ca。 好，谢谢听众朋友们，
我们下周再会。枝叶婆娑，高莫恐惧，感知力为过松。微风细细，春融融，百花欣欣相融。西大太子别王宫，一心向一次书，一心向一次书。心想修行。
本节目由多伦多佛光山佛光会共同制作，佛光山佛光会与您一起共创幸福人生。